8848.86米。这是2020年12月8日，中国尼泊尔两国面向全世界公布的珠穆朗玛峰最新高程。谁能想到，世界最高峰的高度测量，却与4000公里外青岛黄海边的一座小石屋联系密切。青岛观象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原点所在地。这里是全国海拔高度的起算点。青岛有非常典型的半日潮汐，所以非常容易确定一个比较准确的平均海水面。青岛有着我们国家少有的这种长期的验潮资料，最早在1898年验潮就开始了，到现在为止100多年几乎没有间断过。实际上今年我们珠峰测量虽然距离青岛几千公里，但是呢它也是通过这样从这个点开始一级一级地把这个高度传递过去的。